谁呀、啊？三哥，你是有多久没睡觉了？三哥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睡个好觉？仰卧着睡觉才会引起打呼噜，只要侧着睡，从而保持呼吸畅通，就不会打呼噜。谢谢三哥。哟，怎么？你好，外卖。我没点外卖。哎，地址没有错，是你媳妇给你点的外卖。小五，她昨天才出门的，更不可能给我点外卖啊。哎，那就没错了，你媳妇让我给你带句话，老娘就想看看你有没有出去上网。行行行，哎，麻烦你支付一下外卖金额。现在外卖还能货到付款？是这样的，你媳妇付的是外卖费用，你需要付的是加急费用，一共30元。我身上就30，你让我怎么活？你媳妇说了，你有35，我身上有多少钱？难道我还不清楚吗？先生，请拿好你的外卖。哦，对了，你媳妇再让我给你带句话。三哥，家里有吃的，你要敢出去打游戏，看老娘怎么收拾你！请给我5星好评，再见。等一下，把视频对着我，三哥。好嘞。老公，剩下的5块钱给小哥哥买瓶水喝，爱你，么么哒。不是。谢谢先生，祝你用餐愉快。我最后的5块。